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rmit。 今天就会教这个手写的从前周杰伦的 intro， 是三分钟教大家一个即食 intro。 首先我们按 C 先，食指就按第二线第一格，接着中指按第四线第二格，无名指按第五线第三格，这个 C 了。我们会加上手指尾在第一线第三格这里，OK， 咁呢個咧都仲係叫 C 嘅，因為呢個音咧係個蘇音嚟嘅。咁啊 ，C 確有哆咪蘇。OK， 咁我哋依邊點玩咧？嗱，我哋咧會玩五三二一先，五三二一咁樣咧，由下邊數嘅，一一二三四五啦。咁我哋咧四五六線用手指公，一二三線咧就放翻喺度，食指放第三線，中指第二線，無名指第一線啦。OK， 咁我哋就會五三二一。OK， 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就彈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。OK 啦，咁啊呢度头八下啦喎 ，OK， 我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啦，简单啲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OK 啦，咁跟住之后咧，我哋咧就将我哋嘅呢只手指，呢只系无名指啦，我哋放过嚟咧第四线第三格啦，其实呢个咧就揿咗一个咧，我哋叫做咧 F sus two 嘅嘢，咁我哋就弹四三二一 ，OK， 咁啊 hold 佢四下，咁呢样嘢重复两次，即系话。睇住咯，就係五三二一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五六七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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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係啦，咁我又重複兩次，我試一次啊，睇住啦，好。接下来我唱了。